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们看见未知，他们飞向未来，他们颠覆常识，他们用创新启迪未来，为后人指引方向。世界上还有一种人，他们不断尝试，实践应用。他们创造革新，普及科技。他们用科技应用和商业创新，真正实现了前人指引的未来，改变了生活。现在，创新从想法到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。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同的领域用新的技术、模式、体验，从各个维度刷新着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要向启迪未来的人致敬，也要向改变生活的人致谢。而掌握创新应用的人，既定义了我们的未来，更构建了我们的生活。他们是未来的缔造者。ECI 创新应用，定义未来。